丁浩，你的梦怪都很有趣，还有点可爱。宋天，你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有趣吗？他们其实很可怕，因为他们帮助了我，所以我才会把他们画得可爱了一点。唐莹，我猜你的梦怪是最可怕的。当然，但是我很快就把他们都打败了。你敢保证你没在吹牛吗？当然没有，我会都画出来，看到你就懂了。宋天，这里有一个小球，软乎乎的，它发霉了。我竟然还用手拿了它！太恶心了！不行不行，我现在不能去小岛，我要去洗手。你好，微微匆匆，飒飒静静，笑笑。嗨，小英雄唐莹。墙壁像，快走，带上刷子和洗手液，我们去河边。太好了，终于把它洗掉了。霉菌太恶心了，静静和飒飒怎么不在？静静病了，他一直咳嗽，嗓子也哑了。萨萨在照顾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小医生，希望静静能好起来。萨萨，你来了，静静怎么样？我把小岛上能用的所有草药都做成了药水给静静喝，但却没有什么效果，他现在连话也说不了了。你为什么要不停地洗手？因为他碰了发霉的东西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发霉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它摸上去软乎乎的。你们快看那里，那是什么？天了，太可怕了！它一定是全身都发霉了，才变成这样的。你们瞧，唐寅多欣赏我的丑陋啊！这次的梦怪有点意思，我要好好观察它一下。唐寅，是时候拿起英雄之剑了。我才不要！我真的不想靠近又脏又丑的梦怪，我连看都不想看它。小精灵，你再飞近些。已经很近了，在这儿我能看得很清楚，很全面，就让我再好好的扫描一下吧，你这个脏脏怪。太好了，别忘了把这照片给唐寅看看，他一定会被我恶心坏了。梦怪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之前也打败过很多梦怪，可是他们都不像他这么脏。扫描结果显示，构成脏脏怪身体的霉菌是生物体的群落，我们称它为真菌。真菌？他们是蘑菇吗？不是的，这些真菌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。萨萨，你快看，这些真菌肯定比我的草药更有效，说不定能治好静静。唐莹，在你的世界里也有用霉菌做的药吗？我来查一下。没错，从霉菌中提取一种叫做青霉素的药物。我们现在一定要拿到霉菌，这样就可以治好静静的病了。唐莹小可爱，快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世界上最讨厌最恶心的梦怪？来我身边吧，唐莹。我们从四周分散他的注意力，然后你收集一些霉菌放进烧瓶里。你们要用勺子对付我吗？不，哈。你就这点手段，咱们快把它包围起来。来我身边吧，唐莹。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救他们呢？我知道了，我应该从他身上弄一些霉菌下来。英
英雄之剑会变换出飞行版，希望它能帮你打败脏脏怪。我真希望他别看着我，加油，唐英！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我成功了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恶心？也没有多恶心。什么？哎呀！给，拿去吧。三级领导语有很多词语，加倍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三级领导语，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心灵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。心灵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就能展翅飞翔，充满自信，不再孤独。快和我们一起来征服。你们不知道嗓子哑的时候我有多痛苦，我一动不动地躺着，躺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但是现在我可以出来玩，可以说话了。是啊，你已经说了很久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有一句最重要的话想要说。唐莹，这次都多亏你救了我，你是我最喜欢的英雄，谢谢你。好耶。啊，我的小英雄唐莹呢？哦，终于找到我丢的桃子了。你们想知道桃子上的东西是什么吗？看来刚才唐莹又成功打败了一个梦怪呢。它并不可怕，但是很恶心。你们知道青霉素也是由霉菌制成的吗？我只知道有人给了我们糕点，它已经放在那儿三天了。哇，那我们快去尝尝吧。哦，唐莹绝对是最好的梦怪征服者，也许还是最好的糕点品尝家呢。世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。